好，今天呢我有一支棍，一支棍，兩邊都空白，然後呢我有一支筆在這裡，我會在這支棍上面呢每一邊都會畫三個交叉，每一邊都會畫三個交叉，現在每一邊都有三個交叉，那支棍加上有多少個交叉？六個，沒錯，六個交叉，這邊三個，後面都是三個。好，接著我會做什麼呢？我會出走他們其中一個，出走他們其中一個。咁而家支棍上面有仲有幾多個交叉？五個。哎，冇錯啦，呢度兩個，後面三個，呢度兩個，後面三個。但系咧，支棍好特別，只要我攤下手指咧，呢、這、一個位嘅對面嗰個咧都會唔見嘅。係咩意思呢？即係而家呢邊兩個，後面都得翻兩個。呢邊兩個，後面都得翻兩個。啊，你再試一次咧，再出走埋中間呢一個咧，再攤下手指咧，頭先呢個位對面嗰個咧都會唔見嘅。即係咧，而家支棍咧。呢邊剩翻一個，後面都剩翻一個。啊，呢邊剩翻一個，後面都剩翻一個。睇唔清楚，我哋試一次，試一次啦。好，支棍三個交叉，前後加埋六個交叉。我哋試下喺呢邊開始啦。今次我出啦呢一個啦，攤手指咧，呢一個嘅對面嗰咧都會唔見咗。咁而家支棍咧就夾埋剩翻四個交叉。我再出啦埋中間呢一個，再攤下手指啦。而家後面嗰個都會唔見咗，而家支棍咧。剩翻兩個交叉，執翻呢一個。係有時咧，如果我唔中意呢個交叉喺呢度啦，我可以將佢咧擺佢喺度。但係如果我唔中意佢喺呢度咧，我可以將佢咧彈翻佢喺呢度。嗱，今次有時候咧，將佢喺前後兩個咧都攞佢出嚟 ，OK， 明白？然後咧擺翻上嚟呢度，擺翻上嚟。然後而家前面呢個咧，後面嘅。好，今次咧我會將佢攞出嚟。然後佢完完全全咁樣消失咗，然後你可以檢查佢有冇咩問題。